警察在开罚单，其实心情有点好与不好。好的是看到台制违规很厉害的渔农路上，终于有看到警察对违规车辆开罚单。不好的心情呢，是看到这个人被开罚单之后啊，哎，站在他立场想，今天尽量不告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买个东西被开罚单。这台车在斑马线上停车，跑到对面去买东西，我觉得被开单正好而已。开完单之后呢，警察走了，他也把车子移走。但是这时候发觉一件事，他一切出去居然忘记打方向灯。会被开单，何必要停在斑马线呢？